你好些了吗？嗯，你瞧我们的女儿，长得好漂亮。嗯，的确很漂亮。刚才圣光国王的使臣来过了。圣光国王的使臣，他怎么来了？我们两国交战了这么多年。 怎么圣光国王会突然派使臣来呢？圣光国王听说我们生了个女儿，特意派使臣来求婚的。他希望我们两国和亲，和平解决两国关系。自从我们两国开战至今，双方皆损失惨重，现在既有联婚求和，正合我意啊。既然如此。 那我们就答应这么婚事吧。既然我们女儿的诞生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战争，那我们就给她起名叫安宁女吧。好。从此以后，两国结盟，成为了好朋友。不久，梵师国王的王妃又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叫安宁。 姐姐，你追不上我。弟弟，你慢点儿。哈哈哈，姐姐，你追不上我。啊，你是谁？安宁，这位是圣光国王。圣光国王？这位应该就是安宁女了吧？嗯，没错，是她。 安宁女已经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了，我这次是来迎娶她的。好，希望你能好好的爱护我的女儿。我会的。父王，父王，我姐姐到哪里去了？她嫁到圣光国王那里去了。我也要去，我要跟姐姐在一起。这怎么行？你姐姐已经成家了，你去干什么？你是太子，以后要继承王位，料理国政，你是不能去的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要去找姐姐。 圣光国王安好，小儿安宁思姐心切。让安宁来吧，我会把她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对待。就这样吧，让安宁收拾一下，明天送她到舍卫城与她姐姐团聚。只怕要跟圣光国王添麻烦了。 安宁到了圣光国王那里以后，圣光国王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对待他，教他骑马、射箭及世间学问。然而，安宁慢慢的变得骄纵，而且目中无人，个性也变坏了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竟做了100多件犯法的行为。 安宁女和圣光国王再三劝导，都收不到任何效果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派人告诉梵师国王有关安宁的种种行为。什么？安宁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100多件犯法的事，不行，我得给他写封信。安宁，你身为王子，未来要继承王位。 做人民的表率，不要再胡作非为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、胡作非为的话，我将与你脱离父子关系。希望安宁能够痛改前非。
安宁，你父亲给你写了封信。不要胡作非为，父亲他是老糊涂了吧？还说什么脱离父子关系，哼，谁稀罕他这个父亲？安宁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管不着。哼，好，我不管你。来人，给我把他赶出王宫。哼，圣光国王，你会后悔的。居然要杀我，我真该马上杀了他，但他毕竟是范氏国王的王子，恐怕范氏国王会不悦，若在法庭上辩论再判处他死刑则比较妥当。安宁，对于你用弓箭行刺的行为可有话要讲？你不是没事吗？你可知道行刺国王依照本国法律可是死罪。这有那么严重吗？且不说此事，再说你之前所触犯的100多条法律，是城中百姓怨声载道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个嘛，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？不严重，我就算判处你极刑，恐怕也无法平民怨。啊，死刑？来人，把本国法律法规拿给他看看。你根据自己的行为，看看你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。我若判你死刑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救我？世尊，世尊，世尊，慈悲的佛陀啊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生命，请您救救我。你们不要杀他，放了他吧。可我们若是擅自释放强行罪，只怕性命难保。没关系，我亲自去跟国王说，国王，请放了那个罪犯，不要杀他。世尊，他犯了许多罪，理应处死。但如果您能赦免他，而他也愿意出家，我可以释放他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出家。好，那我就放了你，你跟随世尊出家吧。世尊为安宁剃度受戒传法，他在世尊的指点下很快地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，正如阿罗汉果。世尊，是什么因缘让安宁太子造作不法的事，几乎被处以极刑，又何以能在临行前而被世尊所救，还度他出家，使他证得罗汉果？不但是今生我救护他，度他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，
而且前生我也曾经救过他，使他得到四禅五通。前生？是的，很久以前，印度鹿野苑有位苍奇国王，当地有个恶人，做了很多非法的事。后来苍奇国王判他死刑，当正准备杀他的时候，他心生恐惧，连连呼喊救命。那时鹿野苑附近有位大仙人，具足五种神通，看他非常可怜，很想救度他，便来到恶人的面前。恶人看见大仙人，就恭敬顶礼，请仙人救他。仙人请释放恶人，放了死刑犯是会被砍头的，我们可没有两个头，怎么能将他放了呢？仙人说，由我去跟苍奇国王说吧，在我未找到苍奇国王以前，请你们暂时不要杀他。嗯，仙人找到国王，帮恶人求情。国王说，如果不杀他，您得带他出家。于是仙人带恶人到森林中，传授他教言，他依教修行，最终得到四禅五通。比丘们，当时的仙人就是现在的我，那位恶人就是安宁太子，苍奇国王就是圣光国王。以前他在临死前，我及时援救他，并教他修得四禅五通，现在也是在他临行前，我救了他，使他证得阿罗汉果。世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使安宁太子今世转生在富贵王家，身相庄严，并能在佛前出家获证阿罗汉果呢？希望世尊为我们宣说前后因缘。这是他前世的愿力，在贤劫人寿两万岁迦瑟佛住世的时候，有一位僧众执事，一生为僧众辛勤做事，临终时他发愿，我一生出家为僧众做事，没有得到什么成就，希望我将来能在释迦佛住世的时候让佛欢喜，出家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这位执事比丘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，因为他前世的愿力现在已经成熟，所以今生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家，灭尽三界烦恼，成为阿罗汉。多谢世尊。